我第一届行业遐尔久啊，比赛入围是常态，若是无入围则奇怪。哦，难道是 Rose 啦？你的品牌才出来无外久，无名无势，嘛会当入围？我看嘛是因为阮爸，还佮有天威集团佮你弟，而我看你这个初选恐惊拢袂通过。当然是安尼啊，这就是当初我选择佮阮娘合作的原因。就算你入围啊，妈妈欢迎佮盛赞，因为最后时尚大奖也是和谢亚军这个品牌提早。看起来你真有自信哦，安尼真好。我真正足介意甲有自信的人竞争，真有挑战性。也毋过话讲转来，咱拢是家己人啊。今日毋管是你也是我摕到大奖，最大的赢家，那是文良。这是咱头一届合作的品牌，就参照咱头一届爱的结晶同款。我阁希望咱摕到奖，替咱做一个计量，真正是足矛盾的。别烦恼了，你尽力去做就好啊！我会尽力给你支持，替咱这个爱的结晶的品牌做个上好。文良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吗？嗯，我绝对不让你失望。好，我期待你两个表现哦。是安那，竟然让刘正元看家己脸色，规伙人搁伫我面头前放屎。敢问刘正元真正会下蛊？若无阮爸，哪会变成另外一个人？谁叫你啊？当初吼，你若甲我斗相共，帮助我上位做你的小妈，你今麦都袂气甲七窍生烟啊？你免想想我啦，我甲你讲啊，阮爸就是我一个，啥啊拢无法度甲伊抢走。而且我嘛无输了什么小嘛，做瑜伽哦，就是爱心平气和，灵体合一。你看你啊，即马咧气噗噗，是变咧继续练落去啦。哎，看在咱两个是遐尼啊好的姊妹啊，卖讲吼，我好康拢无给你斗相。我回去，我带你去一个 special 的所在，安怎？什么 special 的所在？回去你去你就知影啦。遐会当让你放轻松，嘛会当嘞，双人瑜伽，安怎？要去无？那规身骨酒味啦，你是另外怎样？无偌济啊，一岁了尔。你是袂记我咧选举哦？佮走出去啉酒啉到安尼，敢会看你啊？我拜托你，莫佮讲话啊，好不好？我听到你的声音嘛，规身躯拢无爽快。我唔讲，为滴我讲的话哦，你也无要听啦。啊，不过有一件代志，你一定要记，明仔下晡两点，我做一出席妇女会活动。下晡两点，袂用的，我要甲聪聪开会。要改时间啊，这活动对我来讲真重要，你一定要去啦。喂。你讲知影，我明仔载有足多代志要做诶。关键嘛，是全球时尚大奖台湾区入围者。你讲知影，我有偌侪功课，还阁有资料要做，我才无迄个时间陪你去参加啥物活动。对，你俩安尼啊？进前爸你陪我去参加选举的行程，你嘛答应啦，那会当讲话无算话啦？我就是袂爽，我就是无想要去，袂用诶。当然嘛，袂用你，诶。这个活动是跟家庭有关系的，而且对方指名要你去参加，而且这对妇女选票来讲真有帮助呢。那是你的代志，不是我的代志，我就是不想要去。啊，你这个大小姐是在什么性地啦？